你别走啊！哎呀，我就想看看你一个那个不记名字的人是怎么被捕的。哎呀！ 我的人，我看见了，小石，你是这么教我的？嗯，你居然教我的人，不许笑。我有说错吗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太符合老师您的形象。那要改一起改。嗯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男朋友了。你好，女朋友。